我一直从事设计这块嘛，然后也总关注国外的这些创意类的视频，然后我看他们都是用那个英文去诠释他们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就想用中文来画一下咱们中国的东西。其实之前画过很多类似的，只不过都比较简单，比方说用父母的名字来画一个画面。后来我觉得那种难度稍微小了点，我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点难度呗，就画了画。每一幅字它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比方说《红楼梦》这几个字，特点性很强。第一是要展现它的故事性，第二是需要这个字和人物去结合，然后你那人物还要像。在做这个设计之前，需要出很多草图。《红楼梦》我想了得有两年吧，其他的比较快。因为平时也是做设计嘛，然后脑子里边基本上成天想的也都是这些东西。因为我现在没有坐班嘛，都是在家办公，业余时间比较多，娱乐一下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